有一天晚上，老公睡着讲梦话，突然叫起前妻的名字。这个老婆在旁边听了非常生气，于是把老公叫醒，问他究竟是做了什么梦，为何会提到前妻的名字。结果老公讲，我在梦里呀，看到一面魔镜，魔镜问我谁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，所以他就喊他前妻的名字。当老公的要聪明一点，